我想要看一下年轻时候的杨老师。你不要看，看完你会爱上他。哦，哎呦，老师，你那会儿好潮啊！那个时候就用三个字来形容，叫穷开心。那所以杨毅老师，你说你啊，能保持这么年轻的这个外形和心态，是不是因为就是说跟进年轻人的这种潮流啊之类的？第一，不争，不争；第二，不追啊；第三，不同您多么了不起，不跟您争；说外面多么时尚，不追，跟着时代一起走。今天我比昨天有点进步就行。做节目，拍电视剧，他们都拍宫廷的，都拍那什么，不拍，咱拍着阳光的快乐生活，真实的。你看每一张脸，每一个动作，跟老百姓一样，老百姓一下就接过去。谢谢。哇，杨老师给你比心。